王乙两文，我的声明，2018年宗教战争陈思录，王乙牧师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2018年9月21日初稿，10月4日修订，被捕48小时之后由教会发布。根据圣经的教导和福音的使命，我尊重上帝在中国设立的掌权者。因为废王、立王都在于上帝。为此，我顺服上帝对中国历史和制度的安排。作为基督教会的一位牧师，我从圣经出发，对社会、政治、法律诸领域何谓公义的秩序和良善的治理，皆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同时，我对中共政权迫害教会、剥夺人类的信仰和良心自由的罪恶，充满厌恶和痛恨。但是，一切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变，都不是我蒙召的使命，也不是福音被赐给上帝百姓的目的。因为，一切现实的丑陋、政治的不义和法律的专断，都显明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每个中国人所必须的、唯一的拯救。也显明了真正的盼望和完美的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于地上的任何制度和文化的改变中，而单单在于人的罪恶如何被基督白白赦免，给着永生的盼望。作为一位牧师，我对福音的笃信和对众人的教导，及对一切罪恶的责备，都出于基督在福音里的命令，出于那位荣耀君王的无法测度的爱。每个人的生命都如此短暂，而上帝如此迫切地命令教会，去带领和呼召任何愿意悔改的人向他悔改。基督如此迫切地乐意赦免一切从罪恶中回转的人。这是教会在中国的一切工作的目的，就是向世界见证基督，向中国见证天国，向属地的短暂生活见证属天的永恒生活。这也是我本人所蒙的牧职呼召。为此，我接受和尊重中共政权是上帝所允许的暂时的统治者，如同主的仆人约翰加尔文所说，邪恶的统治者是上帝对邪恶的人民的惩罚，目的是催逼上帝的百姓向他悔改。为此，我乐意在身体上服从他们的执法行为，如同服从主的管教和训练。我同时相信，中共政权对教会的逼迫是极其邪恶的犯罪行为。作为基督教会的牧师，我必须对这样的罪恶发出严厉和公开的责备。我所蒙的呼召，也要求我以一种非暴力的形式，在和平和忍耐中，去违背那些违背了圣经和上帝的一切人间法律。我的救主基督也要求我喜乐地承受违背恶法的一切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个人和教会的抗命行为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维权行为或公民不服从的政治行动。因为我完全无异于去改变中国的任何制度和法律。作为牧师，我唯一关心的乃是信仰上的抗命所带来的对罪恶人性的震动和对基督十字架的见证。作为一位牧师，我的抗命行为是福音使命的一部分。基督的大使命要求我们对世界的大抗命。抗命的目的不是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见证另一个世界。因为教会的使命仅仅是成为教会，而不成为任何世俗体制的一部分。从消极的角度说，教会必须将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避免让自己被这个世界体制化。从积极的角度说，教会的一切行动都是努力向这个世界证明另一个世界的真实存在。圣经教导我们，在关乎福音和人类良心的事物上，只能顺从神，不能顺从人。因此，信仰上的抗命和肉体上的忍耐，都是我们见证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位君王的方式。这是为什么我对改变中国的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并不感兴趣，
甚至对中共政权迫害教会的政策何时会改变也不感兴趣。无论我活在现在或将来的任何政权之下，只要世俗政府继续迫害教会，戕害唯独属于上帝的人类良心，我就将继续信仰上的抗命。因为上帝赋予我的全部使命，只借着我的一切行动，好叫更多的中国人明白，人类和社会的盼望，仅仅在于基督的救赎，在于上帝超自然的恩典掌权。如果上帝决定借着中共政权对教会的迫害，来帮助更多的中国人对前途绝望，带领他们经历信仰的幻灭与荒漠，从而认识耶稣，并不断熬炼和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我十分乐意顺服上帝的安排，因为他的安排总是慈爱而美善的。正因为我的一切言行并不寻求和期待社会和政治层面的任何改变，我对一切社会政治的诠释也不再存畏惧之心。因为圣经教导说，上帝设立政府的权柄，是叫作恶的人惧怕，不是叫行善的人惧怕。信耶稣的人并没有作恶，也就不应惧怕黑暗的权势。尽管我是常常软弱的，但我笃信这是福音的应许，是我殚精竭虑要在中国社会传扬的好消息。我明白，这恰恰也是中共政权对一个不再惧怕他的教会充满了惧怕的原因。如果我被关押或长或短的时间，能够帮助掌权者减少他们对我的信仰和我的救主的惧怕，我十分乐意以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们。但我知道，唯有当我对一切迫害教会的罪恶说不，并以和平的方式抗命时，我才能真正帮助掌权者和执法者的灵魂。我渴望上帝使用我，以失去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告诉那些让我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有一种比他们的权柄更高的权柄存在，也有一种无法被他们关押的自由，充满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教会。无论这个政权对我加以怎样的罪名，泼以怎样的脏水，只要这罪名指向我的信仰、写作、言论和传教行为，那不过都是魔鬼的谎言和试探。我将一概予以否认，服刑而不服法，服法而不认罪。并且我必须指出，对主的教会和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中国人的迫害，才是中国社会最邪恶、最可怕的罪恶。这不但是对基督徒的犯罪，也是对一切非基督徒的犯罪。因为政府粗暴而残酷地威胁他们，阻拦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世上没有比这更罪大恶极的事了。如果有一天，这个政权被上帝亲自颠覆了，不会有其他原因，必然出于上帝对这一切罪恶的公义的刑罚和报复。因为在地上，从来只有千年的教会，没有千年的政权；只有永远的信仰，没有永远的权势。关押我的人，终将被天使关押；审问我的人，终将被基督审问。想到这一点，主使我对那些企图和正在关押我的人，不能不充满同情和悲伤。求主使用我，赐我忍耐和智慧，好将福音带给他们。使我妻离子散，使我身败名裂，使我家破人亡，这些掌权者都可以做到。然而，使我放弃信仰，使我改变生命，使我从死里复活，这些事上却无人能做到。既然如此，尊敬的官长们，停止作恶吧，这并不是为我的益处，而是为你们和你们子孙的益处。我苦苦地劝你们住手，因为你们何必为我这样一个卑微的罪人而情愿付上永远沉沦地狱的代价呢？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为罪人而死，为我们而复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是我的君王和整个世界的主。我是他的仆人。
为此被羁押。我将温柔地去反抗一切反抗上帝的人，我将喜乐地不服从任何不服从上帝的法律。王怡牧师，2018年宗教战争陈思录。2018年12月8日。一过去十年的家庭教会经历了两件事，一是个人性的角色觉醒，就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的再发现。二是群体性的角色觉醒，就是对一个作为上帝心意之中心的教会论的认识。城市教会的兴起和堂会转型，是被福音所塑造的教会论的兴起。一批公开化的城市教会的成型，是被福音所更新的教会论的成长。2018年，凯撒的目标是打击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二次角色觉醒，就是教会论的觉醒。信的人都在一处，是五旬节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如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当这一结果首次在耶路撒冷出现后，所引发的两个结果是的众民的喜爱和全城的人都惧怕。主后第一世纪是基督崇拜与凯撒崇拜在帝国境内同步增长的世纪。惧怕超过喜爱是属灵征战的必然趋势。因为福音产生一个心灵的新秩序和新社群，与世界的有形的旧秩序与旧社群构成一个漫长的双城记。过去的一个世纪也是基督崇拜与凯撒崇拜在中国同步增长的世纪。2018年是这一略见雏形的双城记在中国的一个显现。基督崇拜与凯撒崇拜终将此消彼长，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教会的责任是身在其中，以荣耀的盼望背负主的十字架。二，事实上宗教条例试图去处理一个危机，但这个危机不是教会的，而是政权的。因为宗教局作为革命体制的遗迹和战斗的无神论的器皿，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新条例的主要诉求是通过重建对基督教的全面控制，来向凯撒证明它的存在是凯撒崇拜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或者说，统战部负责镇压基督崇拜，宣传部负责树立凯撒崇拜，二者共同构成了朝廷的礼部。因此，新条例的实质是在凯撒崇拜的背景下，宗教局前所未有地上升为礼部。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局的部门利益绑架了整个政权。新条例表明，一些利欲熏心的政客正借助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正确，试图发起一场国内的宗教战争。他们以谎言来说服党内保守派，将数千万不受政府控制的家庭教会描绘为政权的敌人，重新将人的灵魂树立为这个政权的仇敌。真正的悬念，不是教会将遭遇怎样的打击，教会必将一直增长、复兴，一面被主拆毁，一面被主建造，直到充满每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法老无法阻挡的，凯撒也无法阻挡。真正的悬念是，宗教局作为礼部这一沉渣泛起的激进主义实验，到底能存活几年？在凯撒病重之后，下决心割掉这个阑尾之前。正如2018年楚百亮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所说的，在中国的问题清单中，政权对灵魂发起的战争虽然不处在很优先的位置，但它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这个政权已经树立了一个无法被杀死、捕获、根除或治愈的敌人。三，这场关于灵魂的战争具体目标是毁坏基督教在中国的公共崇拜和公共任性。很多基督徒，包括传道人，将陷入一种艰难，就是他们借以保护自己的社会身份，面临被剥去外衣的威胁。尤其是那些在凯撒体系中谋生的基督徒。古代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
奴隶是最低的身份。因此，剥去外衣几乎不构成对信徒的威胁。威胁一旦来临，就是直接剥去里衣。但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人们看重身份的竞争和流动。这种对世界的贪爱，构成了2018年凯撒对教会和基督徒的主要威胁方式。换言之，和几十年前相比，这是一场过于温和的宗教迫害。几十年前，人们没有外衣，人人都只有一件里衣。逼迫的方式是剥去里衣，刀剑的权柄直接针对人身，逼迫意味着性命之忧。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人人都穿上了外衣。基督徒和教会也不例外。逼迫的主要方式是威胁基督徒群体的文化身份，将他们赶出40年社会进步的朋友圈。教会并无性命之忧，却在这一威胁面前大惊失色，反映出教会已经爱上了自己的外衣，舍不得再换上囚服。四旦这并不是党在清党，而是主在清教。这场属灵的战争，既是魔鬼操纵的邪恶行动，更是上帝安排的伟大的信仰试验。将那些向凯撒跪拜的山羊区别开来，将那些不爱主的可诅可咒之人赶出教会，将那些不能立在磐石之上的宗教俱乐部无情拆毁，并将十字架的印记和荣耀的囚服神圣而庄严地披在那些忠心的教会身上。这是凯撒情不自禁地去配合上帝达成的目的。世上最邪恶之事，就是对邪恶之事无感。集权、谎言、奴役、自欺、虚空、尊严的丧尽、对灵魂的迫害、爱的无能，这一切都是凯撒崇拜的标配。或者反过来，如加尔文所说，邪恶的统治者是邪恶的人民的标配。活在这一切之中却不绝望、不欲求之人，是最平庸的邪恶之人，或最邪恶的平庸之人。教会必须在场承认自己是这样的社会与文化的一员，而甘愿背负十字架为邻舍受苦，这是教会脱颖而出见证自己属天身份的唯一方式。因为这时代最可怜的光景是基督徒分不清真教会和假教会，就如小红帽分不清真外婆和假外婆。正如苦难是上帝的扩音器，逼迫也是上帝的手术刀。五世界有三类统治。第一类是世界的王和世上的国度的传统统治。这个国度不要求，也无法要求他们的子民爱他们。他们只一味要求外在的效忠和行动的服从。第二类是弥赛亚和神的国度的统治。这个国度要求发自内心的相信、忠诚和爱，因为基督借着创造以及他替罪人承受苦难、死亡、复活而成为这个国度的王。而第三种统治是世界的王的一种现代变形，他们要求对灵魂的统治，并要求他们的子民假装自己发自内心的相信和爱他们。这是阿伦特称之为的现代极权主义。这不是一种自古就有的统治形式，而是前两个国度在教会时代长期混合的一种结果。换言之，弥赛亚的国度对世界长达2000年的文化影响，并未使这世界的统治在道德上更接近教会，而是使这世界的统治在形式上更接近教会了。就人类的统治形式而言，最近500年的主要变化并不是世界的屈魅，而是教会的屈魅。教会的屈魅导致了世界的神话，即霍布斯所说的国家成为会朽的上帝，或沃格林所说的人的显灵。尽管在本质上，宇宙只有一个国度，即上帝借着弥赛亚掌权的国度，但在历史的形式上，有两个国度，一个被容许的世界的国度，小药理称为撒旦的国度，和一个以基督为中保的国度，
小药理称为恩典的国度的此消彼长，这一双成绩的目的和结局，则是上帝在全宇宙恢复一种受造物甘心乐意的道德统治，小药理称为荣耀的国度。但在文化上，我们必须理解上述三种统治形式，尤其是第三种统治形式。福音必须向活在第三种统治下的后现代社会传讲基督的主权恩典，并向第三种统治形式下的王宣讲上帝的咒诅和祝福。古代中国的皇权传统及当代中国的凯撒崇拜，是第三种统治形式的全球典范之一。就圣经的历史脉络而言，中国是埃及、巴比伦和波斯这一东方序列的当代继承人，而中美地贸易战不过是古老的希波战争、东西方种子选手的千年角逐的当代回响。同时，随着100年多来的西化，魔鬼在中国组建了法老与凯撒的二位一体，这正是基督教在中国长达1400年的漫长宣教及超过200年的殉道之路仍收效甚微，甚至尚未取得世俗合法地位的主要原因。2018年是教会更深认识自己在中国的福音使命的机会，这一福音使命将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文化广义的，包括对法老秩序和凯撒崇拜的认识的敏感和世切性。凯撒崇拜的实质是一种非世俗化的神权政治。凯撒崇拜意味着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神权政治，在道德上必然与基督信仰，也与一切坚持心灵和思想自由的人为敌。尽管这种敌对不一定会演变为政治和社会中的敌对。而根据基督的教导，教会身临其境，一方面应以极大的忍耐和爱避免在身体上的对抗，另一方面应以极大的信心与勇气坚持这种道德上的对峙是正义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中国文化的绝症就是政治的宗教化，掌管权力的人想掌管灵魂，是这一绝症下的千古毒瘤。这是为什么这一法老秩序与凯撒崇拜的二位一体出现于当代中国的原因。在凯撒崇拜的底下，2000年来的个人主义散沙、100年来的集体主义幻想和40年来的自由主义启蒙，是教会作为一个在福音里的属灵城邦所面临的三个文化上的对手。不认识这三个约伯的朋友，就难以在宗教战争的新常态下竭力向中国社会传讲喂食之神的福音。而国家主义的逼迫、启蒙运动的逼迫和民间宗教的冲突，则构成了新教入华以来宗教战争在中国的三大战役。上头是慈禧，下面是义和团，中间是曾国藩。教会需要认识到这个格局100多年从来没有变过。六，在他的主权恩典之下，基督赐给教会三样重型武器：温柔的反抗、主动的忍耐和喜乐的不服从。正如托马斯·史密斯牧师 1808-1873 在教会治理问答中所说，教会的这种独立的属灵的权柄是不可放弃的。若因屈从国家权力而使属灵权柄被僭越或者贬低，我们就当予以抵制，甚至不惜流血殉道。非暴力的不服从，或称和平的抗命，是基督掌权的见证和结果。没有死而复活的恩典掌权，和平的不服从是不成立的。旧约时代，耶和华总是以武力干预来为弱小的以色列护航。然而到了新约时代，基督复活的能力借着十字架掌权，成为了教会走十字架道路的保障。爱比恨更有力量的唯一原因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因此，福音是和平抗命能够成立的唯一原因。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
说非暴力的不服从是一种无能的能力，是荒唐的。任何文化和宗教中都不可能产生出这种观念和实践。在亚当堕落之后，和基督降世之前，旧世界没有与刀剑匹敌的飞刀剑的力量。而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不相信福音而主张非暴力的不服从也是荒唐的。因为不服从者所使用的武器仍然与凯撒的武器相似，就是对人的自义。因此，在福音之外，对这个世界的任何意义上的任何方式的反抗，都构成了这世界的统治方式的一部分，都是人的显圣的结果。这是教会在关乎信仰的神圣之物上，基于良心的不服从，与任何意义上的民权运动或维权话语的迥然不同之处。教会的动机和教会的目的，出于福音，也为着福音。教会的良心不服从，所期待的全部结果，就是为一个属灵的国度和一种属灵的权柄做见证。正如马太·亨利所说，你们受到公开的逼迫，将会使人们更加注意你们，探究你们的教义和所发生的神迹。你们被带到君王和诸侯面前，使你们有机会向他们宣讲福音，否则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你们忍受这些沉重的苦难，被最邪恶的人憎恨，证明你们是敬虔的人，否则这些恶人不会与你们为敌。你们在苦难之下的勇气、喜乐和恒久忍耐，将会见证你们相信自己所传讲的，见证你们有上帝大能的支持，见证上帝的圣灵和荣耀在你们身上。在这荣耀的使命之下，教会对任何社会制度层面的改良都不感兴趣，甚至对宗教条例何时被修改或废除也并不感兴趣。这不排除或反对投身公共领域的基督徒将之作为公共努力的目标，因为那不过是恩典的国度和统治被彰显和复兴的一个可能的历史结果。一方面，任何彰显公义、秩序和慈爱的历史结果，都符合教会的信仰。譬如废除堕胎或反对废除死刑，结束宗教迫害或结束极权主义，追究贪官和屠杀者的法律责任，这些都不可能不是福音所赞同的。但另一方面，这些都不是福音所要求的。因为基督的国度在末世中是终保性的，这意味着教会必须忍耐世界，世界也必须忍耐教会。教会对社会制度和历史过程的任何影响，都必须经过十字架，经过灵魂的重生和悔改。因此，教会对一个不信的社会无欲求而有影响。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教会，必然产生文化副产品，但这些副产品只能是间接的和短暂的。完全有可能，文化在某个历史时期极大的受到福音的塑造，但又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期几乎跌回邪恶的原点。根据启示录的脉络，这一过程将反复不已，直到基督再来。2018年的中国，教会和社会都得到一个机会，来学习和区分这两者的不同。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基于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论的觉醒，2018年是一个教会不服从的元年，是基督崇拜与凯撒崇拜这一普世的宗教战争，在中国的一个新回合。七基督徒必须站着被政府统治，无论是多么邪恶的政府。但基督徒绝不能跪着被政府统治，无论是多么美善的政府。福音要求我们忍耐，也赐给我们忍耐的能力、盼望和安慰。福音也要求我们反对，并赐给我们反对的勇气、盼望和安慰。在逼迫面前，最害怕的是传道人。最危险的也是传道人。传道人因信而站立，教会就要复兴。传道人为利而退后，会众就要溃败。求主为教会兴起一批忠勇的精兵，
在这场属灵的战役中，情愿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软弱时怜悯他们，勇敢时支持他们。三字是庙会，而不是教会。因为三字运动的实质，是政府将教会改造为法老秩序的一部分。而三字运动的成功，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事实上，许多不在三字中的家庭教会，同样在相当程度上被三字化了。也就是说，很多家庭教会同样是凯撒体制的一部分。与中国社会一样，在精神和良心上都被规训和意识形态化了。这就是许多家庭教会在2018年这一场剥夺外衣的宗教战争中，急忙迈主投诚，加入三字或解散聚会的原因。2018年是对中产阶级的一个威胁，也是递给中产阶级的一碗红豆汤。这样一个测试，让很多传道人和教会清楚自己是谁，或清楚自己不是谁。在这一年，正如张培红所说，教会灵巧如蛇已经几十年了，再灵巧下去就真的变成蛇了。灵巧如蛇，是那些盟主差遣，如羊进入狼群的基督徒的一高人胆大。而在我们中间，却被扭曲成为在毫无性命之忧时对剥去外衣的不舍、躲避和反对。教会的可悲，是习惯了把牺牲当作不必要的，而把安全当作必须的。习惯了把勇毅当作不必要的，而把妥协当作必须的。2018年显出一件可悲的事，就是家庭教会40年的复兴运动已跌落低谷，基督徒的人数已达到属灵遗产的天花板。不是因为凯撒的逼迫如此之强，是因为从未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教会和基督徒对于为主受苦这巨大的荣耀的评价竟如此之低。生病小培灵，坐牢大培灵的十字架传统已花果飘零。2018年的宗教战争爆发于凯撒崇拜的高涨之际，也爆发于家庭教会青黄不接之节。坐过牢的前辈雄心已老，大多不愿再坐牢，因为当年坐牢时他们连一件外衣都没有。没有坐过牢的晚辈未经火炼，大多也不敢坐牢，因为他们的外衣与这个时代过于相似。这一年，当掌权者指着鹿说，这是一匹马，又指着人的灵魂说，这是属于我的，教会就不断退后，不断闭嘴，为了与世界保持友好关系，而把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留在会堂的杂物柜和封条背后。主啊，求你使我们舍弃那不必要的安全，而渴慕在你里面必须的牺牲。求你使我们热切地传福音吧，热切地祷告吧，就像我们根本不会活到下个主日一样。当凯撒对我们说，不在宗教局登记的聚会是非法的，不得在登记的宗教场所以外传福音，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参加教会云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基督徒的良知和勇气，以更积极的福音行动和更高声的赞美去反抗这些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吧。因为对世界最好的抵抗是传扬福音。没有奋兴，就没有抵抗。没有悔改，就没有和平。没有爱，就没有勇敢。八十字架是神与人决裂的最高峰，也是教会与世界决裂之处。一方面，十字架表明称义不是我们做成的，是唯独上帝做成的。称义就是与自己、与世界割袍断义，而以基督的义为义。十字架首先关乎称义，即一个人在什么意义上，或可以凭借什么去肯定自己，又获得他人的肯定，并且最终可以获得上帝的肯定。十字架不断地诉说，是耶稣的血，是耶稣的血。在另一方面，
十字架表明教会与世界的割袍断义。十字架意味着教会与撒旦的国度不共戴天。十字架是教会与世界的停火线，也是世界的历史与天国的历史的重叠之处。这是十字架的荣耀，也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福音意味着政治权势是有边界的，福音意味着凯撒不能越过一条神圣的红线。在2018年，有人说，教会千万不能和政府对着干呢。但在2018年，教会需要发出对凯撒的警告，就是政府千万不能和上帝对着干呢。基督被杀，教会也要被杀。基督复活，教会也要复活。但若一个政权覆灭了，就将是永远的覆灭。十字架意味着，除非凯撒先杀了我，否则他不能往灵魂的疆域再走一步。在这个意义上，福音意味着良心的反抗。在属于灵魂和信仰的事物上，教会必须不服从，直到凯撒回到上帝为他设定的界限以内。在中国，教会从来不搞政治，但政治从来都在搞教会。教会不屑于搞政治，但教会也不怕被政治搞。福音意味着，党可以领导一切，但不能领导教会。党可以杀我身体，但不能杀我灵魂。党可以昌盛一时，但不能存到永远。为此，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在2018年，求你使教会与世界割袍断义，使教会在属灵的身份上与凯撒彻底决裂，舍堂成圣，舍钱成圣，舍工作成圣，舍学历成圣，为福音的缘故，不惜失去藏身在社会中的最后一件外衣。92018年，我们不是过于火热，而是过于麻木和安逸。不是过于危险，而是过于怯懦和安全。求主激动更多弟兄姊妹为主火热，为主癫狂的爱和行动。神必与这样的人同在。因为这世上虽有苦难，但我们的主已经胜了这苦难。2018年，中国在全球做基督徒最危险的50个国家中，只不过排在43位。教会无人殉道，牧师无人作奸，信徒无人被残害。许多教会尚未走向各个他，目睹基督死于十字架，甚至尚未走进克西马尼园，目击犹大之吻和基督被捕，就已开始四散。2018年，许多忠勇的教会与乐意悔改的基督徒，仍在中国四处被主兼顾。燃烧的十字架和凯撒的封条，仍然吸引了许多对自己和对中国社会都绝望的人，被主耶稣潮水般的带去教会。从这一年开始，为着一场未来的福音运动，主耶稣亲自为教会洗牌，亲自洁净圣殿，赶走他不认识的人，也亲自邀请街上瘸腿的、乞讨的和瞎眼的来。求主赐我们属灵的敏锐和谦卑，看见属灵的征战。不要用肉眼的常识去判断属灵的事。求主使弟兄姊妹们知道，针对教会的这场属灵战争，仍在慢慢升级并成为新的常态。这是一场凯撒借着宗教条例向教会的宣战，也是向基督发出的一份战书。空中有看不见的沙场，而曾被杀的羔羊，既已受死，就不会再死；既已复活，升到天上，就无人能对抗那位天上的主。这场属灵的征战，关乎福音和上帝的国度在中国的扩展，没有侥幸，不可避免，也无人能免。这是属灵的大战役，我们有幸在场，而主权牢牢握在基督手中。为新年的来临，为新的冲突与复兴，为凯撒正慢慢收拢的更多行动和策划，为主基督莫测的美善旨意，求主赐教会信心、恩典，成为勇敢的和平之子。
求主借着逼迫和逼迫的风声，借着凯撒的臣宰的每一次粗暴执法，让每一位传道人，每一位基督徒都诚实地问，主啊，我预备好了吗？主啊，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软肋，我的偶像，我还没有被宝血遮盖的罪在哪里。主啊，你都知道，所以不要不帮助我，求你赶在地上的掌权者之前，在我从今日直到永远的生命中掌权吧。十位子，主基督啊，无论你何时降临，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遇见我，愿我当时都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主后2018年12月8日。来源：秋雨知福脸书。